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探索异世界。今天继续让我们来欣赏全球各地美丽神秘的天空景象。这个视频拍摄于南卡罗来纳州，天空中出现的像海浪一样的云层，着实让人们惊叹不已。2015年7月9日，拍摄于德克萨斯州，在众多当地居民的面前，一个不明飞行物从云层中出现。让人惊异的是，这是一个正方体形状的不明飞行物。事后，更多的目击者在网络上上传了该物体的照片。据目击者称，该物体出现时伴有一些类似嗡嗡的声音。该视频来自田纳西州的天空，拍摄记录了云层中的阴影。如果不仔细看，很难发现云层中隐藏的物体。拍摄者称，当时听到了很大的轰鸣声，之后发现声音的来源是在云层中。2011年6月8日，拍摄于路易斯安那州，天空中出现了类似于海浪形状的云层，而更神奇的是，云层的边缘有非常明显的分界线。这段视频是拍摄者通过窗户拍摄到天空出现的不明物体。一个雪茄状的物体停留在空中一动不动，没有任何的声响。而更让人感到惊异的是，该物体从雪茄形状慢慢变成了一个点，并消失。这些是人为制作的视频呢，还是真的有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存在呢？
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，如果喜欢请大家点赞关注转发和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